古丝绸之路之所以名垂青史，靠的不是战马和长矛，而是驼队和善意，不是坚船和利炮，而是宝船和友谊。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，互帮互助走得远，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，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，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。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，成果和机遇属于世界。